好，曹总你好。我看您今天带来了杨绛先生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这本书，其实是杨绛先生96岁时候写的一本散文集。人到了这个岁数，说的都是一些大智慧的话了。他里边就提到，其实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人的本身，而所谓这人的本身，就像您说的，就是人的品德、人的修为和人的价值观。我现在体验到，天下最幸福的事情，走到哪里都受人家尊重，这很幸福，很幸福，比有钱幸福。那您今天把这本书带来，想把这段朗读献给谁呢？献给在追逐梦想的年轻人。少年贪玩，青年迷恋爱情，壮年嬉戏与成名成家，暮年自安与自欺欺人，年少几何，完全能练成的精进能有多少？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，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。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，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能活一辈子，锻炼了一辈子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，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取势了。